比利亚雷亚尔87分钟破门，总比分2-1淘汰了拜仁慕尼黑，拜仁也连续两个赛季止步在欧冠八强。黄倩，你能想象吗？这就是足球，你怎能不爱足球啊？踩着天边云霞，我告别江城厮杀，浊酒一杯轻洒，我心中最念的他，望着因为萌芽，我盼你策马归家，宣纸一笔生花，我素质热点升华，我还是爱你，要我说多少遍，我回头你都已经不在我身边，我陪你度过多少寂寞黑夜，你始终都不愿再多看我。